Baby. Oh, qué algo.萌萌的呀，好可爱。诶，有人了耶！怎么我的特效都不见？这个是什么？这是虾米？大家好啊！又到了每个礼拜的绘本时间了，然后还有12分钟才开始，那我先来，还有10分钟，大概还有10分钟才开始，我先来整理。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小猪的故事，然后我先来整理一下，然后分享到社团里面。听一下音乐好，才不会这么干。Story times。Baby shark do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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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o, baby shark do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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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o. Bella，你来了吗？我看到有 Jan、J，然后还有嘉平。等我一下下哦，我把这个直播分享一下。我的声音太小吗？
小芒，嗨！When I'm down, it's time to clean up. 我和儿子一起看直播，你儿子不是小 baby 吗？你是从小 baby 就开始听故事。OK， 我看到家庭写不会太小声。OK， 好，那可能是我老公耳朵有问题。好，我先分享一下到我的那故事社团，这样大家才知道可以看。等一下下哦，还有八分钟。对不起，我耳聋，对，耳朵不好，重听。那我应该要放什么 Hello Song 之类的，对不对？Oh yeah， 有人了，哈哈哈！还有六分钟。Leona 是这样念吗 ？Leona 啊，好特别的名字哦。这首歌很洗脑，就是一首儿歌，然后我跟我老公一天到晚都在 Baby Shark。是吗？红黄。哦，我看到凯欣。啊，不用把自己名字公布出来啦，子宇。之余，因为我爸妈的名字有一个慈爱的慈，也是 T Z U， 所以就拼音，所以我想说是慈还是之。哦，对， Shark Dude， Baby Shark。
这首歌超洗脑的，而且最近红到我发现啊，就是在美国超市竟然看到这一个那个就是这个 Baby Shark 的那个什么书包，然后我就发现说也太红了这一首歌。我看看，我刚才好像看到有那个特效是可以选这个的，我看看哦，好像我刚才有看到 Baby Shark， 耶、yeah, ，我有看到，这样他就会跟我，哎呦，真的耶，我看到他们了。这是什么？啊，好可爱啊！那我们用第一个好了。不行，这样好像会影响大家，大家都看不到我讲故事。那就一只 shark 好了。我看这样子。为什么连 turtle 都有了？洗脑歌，哎，为什么我的脸变成这样子？这也太好笑了！还有两分钟哦，还有最后两分钟，这也太好笑了！这什么东西？为什么我的眼睛会这样？我要换掉，不行，这会干扰大家看。嗨，阿噜，我要来讲故事了。才刚开始哇，这是什么送七粒吗？我要换一个，换一个，我要换一个特效。不要，熊熊。还是刚刚爱心的比较好，还是彩虹？好像这个很可爱，这个好可爱。我要来直播了，你确定你要露脸吗？这样别人就会看见你耶。好咯，还剩最后一分钟，我们就要开始讲故事了。今天要讲的是这本小猪 Oink， 你有很多其他小朋友要看，所以我要讲那个小猪 Oink。好了，我们再唱最后一次 Baby Shark， 我们就要开始了。最后一次 Baby Shark 就要开始讲故事。我要唱鲨鱼歌。好了，唱完这首歌就要开始讲故事。我们要来讲故事了，嗨，好了，我们要开始讲故事了。
Naomi 还有杨慧是这样吗？颜慧 OK anyway 好啦，那我们要开始讲故事咯。今天来分享的是上礼拜分享的是小豆子，是这一本叫 Little Pea。 小豆子是一只不喜欢吃糖果可是很喜欢吃菠菜的豆子，然后呢它跟我们人类是相反的。那这一套书呢它是三本一套其实应该说是它原本是单本出，但是因为很受欢迎，那它作者出了就是三个不同系列的，一本是在讲睡觉，一本讲吃饭，一本是讲收拾玩具跟房间。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收拾玩具和房间的小猪。那这两本呢下一个礼拜要讲睡觉，一只很想睡觉却不能睡觉的猫头鹰。那这三本我买的是叫做 board book， 就是是给小朋友的那种翻的这种硬壳书。那它有出大本的，那刚好因为它三本一套，一个是比较便宜，另外一个是比较不容易翻坏，所以呢我买的是三本一盒的。那你们可以如果家里小孩比较小的话可以买这个，那如果说呢你想要画面大一点的话，你就可以买大本的，有瓶装跟精装的。好啦，那我等一下来开始来讲这个故事咯。为了这个今天特别带了小猪来。好了，我要开始讲故事了。这本故事叫做 Little Oink， Oink 是英文小猪的叫声，是 Oink Oink Oink， 所以呢小猪的名字叫 Oink。 那我不知道怎么翻这本书，所以我就帮它叫做小 Oink， 小猪 Oink。 因为我家以前有一只小猪就叫 Oink， 所以呢哇哇哇，所以我就把它取叫 Oink Oink 这样子。好了，那我要开始讲咯。好，今天我要来介绍给你们这一只小猪。这只小猪呢它的名字叫 Oink。 那这只小猪呢它住在哪呢？这是它的家，这是小猪的家。我拿前面你们可以看清楚，这是小猪的家。小猪呢家里看起来好像很乱还是很整齐呢？很乱。哪有很乱，他家明明就很整齐，东西都摆得很整齐。这只小猪呢 Oink， 他是一只非常非常细心的小猪，他做事情都会很小心。他不喜欢吃饼干的时候饼干掉在地上，也不喜欢呢在玩游戏的时候呢玩具乱七八糟或者是掉在地上，所以他做事情都很慢很小心，弄得整整齐齐。他也不喜欢有灰尘，所以呢他都会把他的房间的柜子擦得好干净，每一本书都排得好整齐，不可以乱摆，然后再大中小这样子摆，大的中的小的不可以摆得乱七八糟。这只小猪 Oink 它跟别的小猪不一样哦，它是一只非常非常整齐而且很细心的小猪。 Oink 它平常都在做什么呢？哦，它有朋友哦。Oink 他呢除了喜欢在家里玩玩具以外，他还会出门跟朋友一起玩。他们在玩什么呢？这你们就不懂啦。身为一只小猪呢 Oink 说，我们大家要去挖松露。你们知道松露是从哪里来的吗？对，没有错，就是很贵很贵的那一个松露。松露是一种食物哦，从哪里来呢？就是要靠我们小猪猪去找来，只有猪呢可以用我们的鼻子闻闻闻闻闻把松露找出来。所以呢我跟我的朋友呢最喜欢做的事情呢就是一起去挖松露，也算是一种打工啦。我们会一起去把松露挖出来，但是呢其他的猪猪怎么挖松露，他们都是用手这样子挖这样子挖洞，只有我呢，我是一只爱干净又细心的小猪，所以我都会戴手套，然后呢拿小铲子挖挖挖挖挖。我不喜欢直接用手这样子这样子挖泥土，这样子手会弄脏哦。 Oink 是一只很爱干净的小猪，所以他不喜欢跟别的猪猪一样这样子直接用手挖泥土，他喜欢戴手套挖泥土哦。 Oink 呢他也要上学哟，他跟你们一样要去幼稚园上学。 Oink 呢上学都在干嘛呢？哦，看来现在是12:15，是中午吃午餐的时间了。午餐时间到的时候呢 Oink 在跟他同学在干嘛呢？他们在吃午餐。然后呢
这些小猪呢吃午餐的时候，哎，你站太高了啦，别的小朋友会看不见啦。我把这个彩虹弄掉好了。噔噔噔，关掉你 ，OK。好，奥利克呢？他是在跟同学吃午餐了。哇，这是他们学校吃午餐的地方哦，长长的两条饲料盆，里面放了好多好多好多的猪猪饲料。哇，这些小猪呢，每一只都哦，午餐，就把头埋到了食物里面，一直吃，吃的整个脸上都是食物。只有 Oink， 他吃饭呢不喜欢直接用嘴巴这样吃，他喜欢呢把围巾绑在脖子上，然后呢拿出刀子和叉子，然后开始轻轻的切切切，用叉子擦，然后放到嘴巴里吃。因为 Oink 说，如果呢吃饭的时候直接用嘴巴这样吃，会把你的脸弄脏，还会掉到衣服上面，会脏脏的。我不喜欢这样子，我想要干净的吃。所以呢，他会戴上他的围巾，然后拿出刀子和叉子开始吃饭。哇，吃饱午餐了以后呢，很快的就到了放学时间了， Oink 就要回家了。回家以后呢，他也有跟爸爸妈妈一起的时间哦。这个就是猪爸爸，这是猪妈妈。哦哦，爸爸衣服脏脏的，因为呢他们是猪猪，所以衣服脏脏的。他们呢会让 Oink 躺在床上讲故事给他听，睡觉前会讲故事哦。看来 Oink 跟我们一样哦，小猪也有朋友，他们也要去学校，而且呢他们呢晚上的时候呢也会听故事哦。那 Oink 呢除了这些事情以外呢，他每天都过得很开心。他喜欢听故事，他喜欢去学校，他也喜欢跟朋友出去挖松露。但是啊，有一件事情 Oink 一点都不喜欢，那就是呢每个礼拜啊有一天叫做脏兮兮日。什么叫做脏兮兮日呢？脏兮兮日的意思就是说呢，那一天每个礼拜有一天，所有的人都必须要把你的房间弄得脏兮兮的，所以呢那一天叫做脏兮兮日。脏兮兮日要来了， Oink 说我不喜欢脏兮兮的。我的朋友呢小猫咪，他们家都会打扫，把玩具扫干净，把灰尘扫干净。还有我的小朋友，他是小，这只是一只幼鼠，小幼鼠会放屁的那一种。这只小幼鼠，他呀也会把他的袜子折得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的放在柜子里。还有我的朋友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一只是小猴子，他也都把他的玩具叠起来，叠得很干净。小鸟也会把他的树叶整理干净，还照颜色分类。然后小老鼠呢也在刷地板，他们都很爱干净。我希望我也可以跟他们一样干干净净的，但是呢我爸爸妈妈说啊，我们是小猪，我们呢有每一个礼拜有一天叫做脏兮兮日，所有的小猪都必须要有脏兮兮日才行。Oink 一点都不想要有脏兮兮日。果然呢第二天就是脏兮兮日了，脏兮兮日到了。哇，猪爸爸赶快拿出他的画笔到处泼，把颜料到处撒撒撒撒撒撒的，到处都是，地板上到处都是颜料。然后呢猪妈妈说，哦，那我来浇水吧。猪妈妈呢就把水倒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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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水全部流的地上到处都是，然后啊还要把泥土打翻才行。哇，把泥土都打翻了。还有哦，忘记了要把衣服拿出来丢乱七八糟才可以，所以猪妈妈就把衣服拿出来丢的到处都是衣服。这时候呢小猪就说，我不想要脏兮兮的。可是呢猪爸爸就跟小猪说，不可以哦，一定要脏兮兮哦，因为我们是小猪，我们是猪，所以我们要脏兮兮的。你如果想要长大成为一个负责任的猪，那你就要学会如何在脏兮兮日的时候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。小猪肉，我不想要脏兮兮的。可是呢猪妈妈说，
Oink 不行哦。如果呢，你想要出去玩的话，那你一定要把你的房间弄得脏兮兮的。如果你的房间呢，等一下我去检查，30分钟后我去检查。如果你的房间还是很整齐的话，我今天就不让你出去跟朋友玩了。如果呢，你可以在30分钟内把房间弄得脏兮兮的，你等一下呢就可以出去玩哦。Oink 笑，讨厌。为什么一定要把房间弄得脏兮兮的呢？Oink就很生气的走到房间，一边走他就一边说：“如果以后我有小孩的话，我一定不会让他们脏兮兮的，我会让他们自己很开心的打扫自己的房间，我才不要像我爸爸妈妈一样叫我脏兮兮的呢。”嗯，所以呢，Oink就一个人呢气呼呼的走到房间里。到了房间以后， Oink 就很不甘愿的把他的柜子打开。好吧，妈妈说脏兮兮是要把衣服丢出来，所以呢，他就把柜子打开。好了，把衣服丢出来。哇，还有哪一个有衣服？他就把衣服全部拿出，哇，这样乱丢，丢掉，丢出来了。再来，脏兮兮是还要哦，把折好的棉被丢到地上。他就把他床上折好的棉被丢到地板上了。还有呢，要干嘛呢？Oink 说，还有浴室里的毛巾也要丢到地上。他就去浴室把洗脸的毛巾拿起来丢在地上。还有要干嘛？要换上脏脏的衣服。所以呢 ，Oink 就拿出一件脏脏的、好久没有洗的衣服套在身上。好了，终于脏兮兮了，身上也脏兮兮的，房间也脏兮兮了。这样子就可以叫妈妈来检查了。Oink 就跑去找妈妈来了。妈妈来了以后就说 ：“Oink， 你还不够脏兮兮哦，你呀、再到泥巴里面滚一滚才行。”所以 Oink 说：“好吧。”他就跳到了泥巴里面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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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里面滚来滚去，滚来滚去，把身体全部脸上也都弄啊，泥巴也抹到脸上，弄得脏兮兮的。Oink 就说：“妈妈，过来检查，我已经脏兮兮，你看脸上都是泥土，身上都是泥土，这样子够不够脏了？”妈妈就说。我看看，很好，你现在是一只脏兮兮的小猪了。但是呢，我去检查一下你的房间。妈妈看了一下房间以后说，不够脏。你呢？那个箱子里面还有很多玩具没有倒出来哦。爸爸也说，小猪 Oink 先生，你的箱子里还有很多很多的玩具都还没有倒出来，这样子不够脏。如果呢，你没有把玩具倒出来的话，你就不要再来找借口叫我去检查 ，OK？ 小猪呢就说，连玩具都要倒出来哦，好吧。他就跑去房间里，打开他的玩具箱，然后呢，把玩具一个一个拿出来，他就这样，咻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个玩具，六个玩具丢出来了，七个玩具丢出来了，八个玩具丢出来了，九个玩具，啾，最后一个十个玩具，啾，丢出来了。他把他玩具箱里的玩具全部都丢出来，通通都丢出来了。然后他就看一看，很好，够脏了。他就去叫爸爸妈妈过来，爸爸妈妈过来检查了，我已经弄完了。爸爸妈妈来检查了以后看了，地上都是玩具，很好。Oink 先生，恭喜你终于完成了脏兮兮日的任务了，很棒很棒很棒！爸爸妈妈就帮他拍手，耶 ！Oink 好棒哦，把家里弄得脏兮兮的。这时候 Oink 好开心哦，耶！我终于可以跟朋友出去玩了，他就跑出去了。Oink 说等等。跟朋友出去玩之前呢，我要先来做我最喜欢做的事情，那就是，你们猜Oink最喜欢做什么事？他最喜欢干嘛？打扫。Oink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打扫了，所以Oink就开始扫地扫地扫地，刷地刷地刷地，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。他花了时间，帮鱼啊把房间全部都整理干净了。然后呢，他就跑到他自己的小树屋上面说：“太棒了，终于干干净净了。我最不喜欢脏兮兮日了，我最喜欢的就是可以打扫房子。”哇，Oink把
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的。好啦，这个就是小猪 Oink 和他家人的故事。最后的故事说 ，And they all live happily ever after。他很好，他说他们很开心的生活在一起，很开心的猪生活在一起，是这样吗？他是人家是 happily， 他是呢 happily， 他是有中间有个 pig， 他们是一群开心的幸福的小猪家庭。好喽，那我们跟 Oink 还有他的爸爸妈妈说再见，拜拜。好啦，这就是今天小猪 Oink 的故事，很好玩。它是一只很爱干净的小猪，是不是跟你们是相反的？你们都喜欢把玩具丢的到处都是，然后呢，衣服脏脏的沾到也不洗，然后吃东西吃的衣服上都是饼干。可是 Oink 跟你们颠倒，它是一只很爱很爱干净的小猪。对它来说，每个礼拜最痛苦的日子就是要把家里弄脏脏的。但是呢，对你们来说最讨厌的事就是妈妈说要收玩具了，赶快把房子收干净，对不对？你们跟小猪是颠倒的。这个呢就是 Oink 的故事，跟上次的小豆子的故事很像，都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因为这是一只讨厌吃糖果的小豆子，它最爱吃的是青菜，跟你们是相反的。那这本小猪的故事呢，是他是最喜欢整理打扫的，他最不喜欢把玩具到处丢。可是呢，你们是最喜欢把玩具到处丢不整理，所以这是跟你们颠倒的。好啦，那下个礼拜呢，我们要来讲这个是很爱睡觉的猫头鹰，跟你们可能也是颠倒的，因为你们是不爱睡觉然后一直想要玩，然后这只猫头鹰是很爱睡觉可是不能睡觉。所以呢，下礼拜我们再一起来看这只猫头鹰 Hoot， 它是 Little Hoot， 它是小猫头鹰的故事。OK， 好啦，那我先把这收起来。我阿妈有讲小猫头鹰吗？嗯。然后你要不要给大家看你的新玩具？借大家看。好，他借大家看他的新玩具，今天寄到我们家的。他们这个礼拜周末要回台湾了，我侄女。然后呢？他买了一台这个米妮，然后可以装那个 M&M 巧克力或是 Jelly Bean 进去，然后可以这样子。米妮好可怜哦，要一直做苦工这样子，一直弯腰，他可能会得到那个闪到腰跟无时间。米妮要一直帮你们按糖果这样子，一直按，然后糖果就会从那边掉出来。这台很可爱吧？好啦，还给你，你的米妮。好了，我看一下，嗨，哦，有人说书太小了 ，sorry， 就是，我等一下 po 一个 link， 如果你们想要看到完整的书的话呢，可以上那个，有网络上有人他是单拍书的，就是没有人讲故事，他就单拍书，然后朗读，可以看那个，可能可以看到比较完整的内容，或者是呢，大家可以去图书馆借，然后去买。那我自己的话呢，因为是我的收藏的关系啦，所以呢我才拿小本的，因为我当初我自己买的时候我就是买这个 size 的。那我有时候买书除了自己收藏喜欢以外，就是我也会想说以后有小孩的话可以给小孩看。那因为我很爱我的书，我都整理得很干净很好，我很怕小朋友给我撕烂，所以呢我这三套呢我觉得是很适合就是小小孩的，我就买了硬壳的。这个是那种小朋友两三岁小朋友可以翻的这种小本的书，手拿书，所以呢它的画面比较小。那一般来说呢，它有出比较大本的书，画面可能会比较大。那对啊，希望以后可以有机会克服设备问题，看看能不能有双镜头拍的话，这样子就可以拍到整个我的脸再加上书会比较完整。那我等一下会 po 就是书的 link， 你们可以如果想要完整的看到书的画面的话，可以点那个网络上的，我会 po 那个 YouTube 上面的 link， 你们可以点进去看，看到完整的内容。好啦，对啊，所以今天的书比较小，就跟你们说一下 sorry 咯，因为是我自己收藏的缘故，所以我买的是小本书。那它有大本的，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也可以买大本的来收藏。好了。
那有没有人有什么问题或有什么事情要问的呢？哦，对了，提醒你们，下个星期呢，故事的直播一样时间是星期，美国星期三，台湾是星期四。那美国是晚上8:30，台湾是中午11:30。我们播出的会往 Instagram， 会在 Instagram 上面直播，所以我也会在 Facebook 上面 po 出 link。但是呢，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呢，你们可以 follow 我的 Instagram， 这样子直播的时候也会收到通知。所以之后的直播会把它放到 Instagram 上面去直播，就是 IG 啊，会碰到 IG 上面去直播了，好吧？那就这样子咯，谢谢大家今天一起来看故事了，那就要跟你们说拜拜了，拜拜哦。明天在 Chino， 我明天在 Chino 有就是现场的人本人现场讲故事的活动，每个礼拜四都有在 Chino 有现场讲故事的活动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私讯我，我会给你报名的报名的方式和报名的连结。那如果你家里有人住在就是美西的洛杉矶这一带，然后呢离 Chino 这个城市不远的话，也欢迎他们可以来参加，是一个是很便宜的一个活动，一次才5块钱而已，但是一次必须要报4堂课，每一次4堂课，那一次才5块钱。我们会一起律动唱跳，然后呢还会一起讲故事，一起做一个手作，所以呢每个礼拜会有星期四早上1个小时，10:30到11:30的时间在 Chino 的有这个活动，好吧？那就这样子咯，希望下个礼拜在 Instagram 就在 IG 上面可以看到你们，拜拜。你要跟人家说拜拜吗？在那里拜拜。好，去关掉咯。